抄牌啊！而家紐約抄牌啊，非常之厲害啊！咁樣抄一抄啊，$120-$150。前面嗰架快走啊！咁啊，而家美國係窮啊，所以佢啊要幫阿奧巴馬揾多啲罰款啊！紐約抄牌的警察呢，這些是叫做紐約的交警，他除了抄牌之外呢，還要檢查一下這輛車是否塞車啊，是否被人偷啊，那些駕駛行車證啊有沒有過期啊，車牌號碼和呢架車本身是不是吻合啊，顏色啊，咁樣樣都在他手上邊呢部小型的電腦咧，都會查得到嘅。哦，抄完了又一單，奧巴馬真的冇請錯佢。啊，擺張告票在擋風玻璃，咁又完成咗一單啦。哦，有第二家啦，而家。